快看，冯子海洋馆又开早会了，你看今天早班的就不一样了吧？这也是美人鱼，看这大长头发，啊，大蓝眼皮，还旅行证，大尾巴，这一看这不就搁水里游的吗？那游唰唰快。这个是水豚，就那老好人跟谁都处得不错那个。这是海狗嘛，这一看就海狗啊。这个是又一只海狗了，那个总上早班，你不能老让你上啊，是不是？这玩意脾气可好了，不是说啥玩意都能搁他头上站着吗？来站个瘦猪，看一点不生气吧。啊，这又散会了，又散会了。这美人鱼有绝活，就是刚刚能吃，你看一口能吃俩馒头。姜姜姜姜，这是馆长，馆长也有绝活，就是老厉害了，他会变脸。